礼记礼天记下天阿下，罗汉，正等正觉觉者。者。礼敬师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礼敬天师尊，阿罗阿罗汉，正等正正觉觉者。大家好，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小时，可能不够啊，这个时间，我们讲解这个早课啊，我们做的那个早课的内容啊，有一些地方他们不了解，我们就加以讲解一下。这个志愿你看得见这个文件吗？看见，好的。好，我们就从这一边开始讲，这边是属于。早课你要做的前面的部分，就是当然我们要在佛前，我们先点灯呢，然后供水等等都做完了，然后我们才来供花啊、供水果啊什么等等啊，点香都做完了，然后我们才拜佛嘛。好，我们就拜佛，拜佛的这部分呢是有照片的，你可以看得见。他很清楚有分男众跟女众的，这个是男众的，他教你怎么拜，就是男众的后跟呢，是顶住他的脚的，顶住他的上腿。女众的就不是，女众的是脚是平放的，你看女众的脚是平放的，你们拿那个课诵本你会看得见。当然，这个是根据这个我们这边这个从泰国那边拿回来的这个课诵本，以及他们那边所做的方式了我们这边因为我拿的是泰国法宗派的这个传承的戒，所以我们教的也是跟法宗派的几乎是一样的了，所以。女众他们有分女众跟男众的差别了，不过我观察，因为我有去别的寺院住了，比如说缅甸的、老挝的、柬埔寨的、越南的，还有斯里兰卡的，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拜是会拜，就是男众女众都会拜佛，但是它并不像我们所泰国所教的这样，一定要男众的脚跟提起来，或者女众脚要放平。我发现，在其他的他们好像不是这么样注重，所以有时候你会看他们的脚跟那是稍微跟我们这边所显示的不太一样，所以你不要也认为他们是错。如果我们看了，我们会不要去讲它，因为他们这些国家也算是佛教国家，他们也有很久的传承。以南传佛法来讲，他们的传承似乎比中国的这个云南的这个傣族的这个南传佛教，时间是差不多一样。不过因为南传佛教在中国不是很普遍。现在还是处于开始的阶段，希望将来能够语言能够会更好，是会知道南传的佛教会更普遍一点。不过关于这些拜佛的方式呢，我们按照这个来做，应该这个是普遍上来讲是被接受的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战佛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念皈依。为什么要战佛？因为我们
拜完佛我们就合掌就念南无达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这样念三遍。这个就是礼敬以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南无就是礼敬的意思，达萨就是比他，礼敬他世尊，这样巴格瓦多是世尊，阿拉哈多是阿罗汉，三玛三不达萨就是正等正觉者，也叫正智觉者。好，这个我们就带过了，这个是一般上基本上我们都这样做的。接下来我们就念皈依了啊。这个巴利文的皈依是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然后第二次就念 Duddhiyambi， 第三次就念 Duddhiyambi， 然后念完不当你就念达曼，然后就念桑康，桑康就是生了，所以佛法生。萨拉兰嘎加咪就是萨拉兰就是皈依了，嘎加咪就是去到，就向佛皈依，向法皈依，向生皈依的意思。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没有这样了，我就接着翻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然后第二次就是再皈依佛，再皈依法，再皈依僧。第三次是三皈依佛，三皈依法，三皈依僧。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传述五戒八戒的内容，这是一般上都是这样的。如果在家居士来到寺院，一般上他们都会先要求师父给他五戒的。如果是斋日，他们会来寺院一起来，然后一起传一次八戒，这样不会说不同的时间来，那么师父就很忙了，一直在传戒，那就变成不是使到整个那个流程呢就不会这么紧凑了，就是因为你要一直给戒的话就很麻烦了嘛。没有太多时间，因为给一次戒都要差不多整十分钟以上的。念完皈依就要念戒，一条条念。有时候那些居士们不大会念，你又再重复这样。所以这就是他给戒的部分。所以传戒部分这边一般上这是泰国的方式，他要请求戒，就是请求皈依大德给我们皈依和戒。那没有人多，所以他要用麦央。麦央是指两个人以上，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是阿含阿含班迪这边我们请求第三个念呢就是三皈依班加西拉就是五戒亚加妈就是我们求了亚加妈，亚加妈是多数，就是几个人的，两个以上就亚加妈，一个人的话就亚加咪，一个人你就念阿含班迪威孙威孙拉卡纳塔纳拉卡纳塔亚迪萨雷纳萨哈班加西兰亚加咪，这样这不是念三次了，念完三次，那么这个呢也是泰国的作风，斯里兰卡、缅甸都没有，直接师父他们有跟师父讲，他们要拿潘加迪萨拉内纳潘加西拉，师父就直接给皈依就给戒，很直接的。泰国就比较注重这种仪式，就是要请求等等，这也没有错的也没有错的。这样的话比较隆重嘛，是不是？好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他的师父就开始做，就是念赞佛南无达萨巴格瓦多，念完就念皈依。他念一，比如说 他可以念一句，你就跟一句；他也可以念一段，就是不当萨拉兰嘎加密，当曼萨拉兰嘎加密，上康萨拉兰嘎加密。完了，第一个皈依。那么他们就念三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再念第二次也是一段念了三段三次就在家居士们再跟着念，然后再念第三次，这样一样的了。然后就念五戒，
五戒的内容就是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了啊。那么同样的泰国的我都跟你讲，他比较严肃很隆重的，所以他一定要念完了之后，居士们自己要说我愿意受持这戒律啊，就是伊玛尼、班加、西卡巴达尼、萨玛迪亚米，就是我愿意西卡巴达尼、巴达尼、西卡巴达、萨玛迪亚米也可以啦啊，就是我伊玛尼这里啊，这伊玛尼是这五戒班加西西卡巴达尼五个学界啊。萨玛迪亚米，我们会持守他的意思，然后祝福，比丘就会祝福。一般上我也会这样念，但是我会省略那个请求文啊等等这些，就比较快一点，时间会比较快一点，就不会这么长。所以我就会念：持戒给你带来安乐，持戒给你带来财富，持戒会给你到达涅槃。所以你们要持好这五戒。所以 Dasma Silam Visuddhaya 境界， Visuddhaya 就是境界。所以在家居士就答阿玛班德，然后沙兔这样，阿玛班德四的尊者，然后沙兔，然后这边就是八戒的内容也是一样，他要请求完三遍，然后尊者就会念赞佛，然后给三皈依，然后给五八戒，接下来就是给八戒。八戒的内容就是不杀、不盗、不淫啊，不淫他的巴利文不大一样啊，不邪淫是苏拉梅拉雅啊，不是苏拉梅拉雅，是伽梅苏密恰恰拉啊，就是伽梅苏是欲望，密恰恰拉就是邪戒，就是邪，就是没有守戒了。密恰恰拉是邪行的，密恰就是错误的，恰拉就是行为的，密恰恰拉。这里呢就是阿布拉玛查利亚，就是非凡行，凡行是布拉玛查利亚，查利亚就是行为嘛。阿布拉玛查利亚就是非凡行，就是犯了淫欲了啊，就要守持，受持不要犯淫欲了。所以不淫戒了，我们中文就放简单，就不淫戒，其他都一样，不妄语、不喝酒一样。然后接下来就多了三条，就是不割不非食食，不割午夜相慢事，所以很长，唱歌、跳舞、昼夜、看戏剧、鲜花、香水、化妆品、装饰、美化身体戒，这个是它的实际上的内容，但是我们中文可以简略，割午夜就三条了吗？对不对？这里歌五乐就三条了嘛，这边就是在这里面，包括一娱乐，不歌也不相慢，是相慢就是鲜花香水啊，化妆品相慢是就是美化身体，所以不相慢是我们中文的这个八戒的这个内容的翻译是非常好的，不歌五乐不相慢是很快。就把这整个内容 念完了、你看这个巴利文的内容很长啊，那加吉达瓦迪达维苏嘎达萨那马拉甘达维里巴那达拉那曼达那维普萨那塔那，这么长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开始我学巴利文的时候我这个背不来的，因为我们不习惯嘛，而且这些字它的音我们也 不容易记下来嘛，所以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背熟哦。等到你学会巴利文的时候一下子就 记住了，因为你懂它的音调是怎么样在变啊，因为每一个语言它都有一种音调，就是它的音调的声音你都听得，就好像一个人的声音是固定的嘛，语言也是这样的嘛，所以它有某种固定的音调，所以你听了就懂啊，是这样念出来。所以那加吉达瓦迪达啊，威苏嘎达萨那马拉甘达维利巴那达拉那曼达那维普萨那塔那，这样啊，熟了就很快了。
好，接下来就是不坐卧高广传坐，坐卧高广传坐就是乌加萨亚那，就是高马哈萨亚那，就是大的坐，萨亚那就是座位了，也是传坐了。乌加萨亚那马哈萨亚那维拉曼尼西卡巴当萨玛迪亚米，就是不要坐在高广传坐上。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就是因为你坐在高的位置，你就会有一种自大的感觉，你会人家比人家觉得比人家高、所以你会产生我慢心。所以我们在守八戒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这样，不要有那种我慢心。所以其他的不祝福的部分是一样的，它也是祝福你持戒带来安乐，持戒带来财富，持戒会使你证悟涅槃，你应该守这个境界，这样应该持好戒。好，我们这边就到供佛的部分。供佛的部分我们叫供佛，其实它的印度话就叫 Puja， Puja 就是供佛的仪式，它的意思就是这样一种供佛的仪式。所以仪式它有一种、规定的要怎么样怎么样，要随这个这种仪式呢，在、我们汉传我们没有这样做，在斯里兰卡非常好看、斯里兰卡他们的那个寺院中过做这个供佛的仪式非常好看，晚上那些拿着灯，那些拿着花、那些点香的，那些拿着各种各样的供品的，然后一个个进来，身体都是穿白衣的，没有穿花花绿绿的，因为他们来寺院自动都是穿白衣白裙，男众也是穿白衣白裤这样，或者白袍，好像围裙这样的，围住下身的了，所以叫白袍。好的，好，我们就把这个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供佛的部分。供佛部分前面这里部分呢是寺院里面做的啊，供灯、供香、供花，这边这是泰国的，然后供灯、供香，这边供灯、供香跟后面的是一样的，供佛灯。为什么供的佛灯？这是泰国方式的，因为他们喜欢在小溪或者河流里面或者湖水里面供灯，让那个灯随着那个纸做的或者、那个棕榈叶做的那个小船在上面飘来飘去，非常好看。泰国人他们很喜欢做这个，斯里兰卡就没有做，不知道老挝，老挝跟泰国很相似的，可能老挝也会做，缅甸也会做，我有见过缅甸也做。所以基本上可以讲说中南半岛的国家都、会做这样的供佛灯的仪式、因为泰国有一个、供佛灯的 Loy Krathong， 所以叫做 Loy Krathong， 就是供佛灯的仪式的一个节日。它跟那个他们的泼水节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 Loy Krathong 就是供佛灯给佛的一个节日，很热闹的。那这边就有啊，什么这些佛灯标志着佛陀唯一的啊，北方的南摩达雅的沙滩啊，供明灯给法会的功德带来长恒的利益和安乐，这个是他们的一种佛教的一些仪式的部分。好，接下来就是正式的部分了。还有这边供功德衣，就是节下的时候他们供那些袈裟，就是功德衣，还有供食物跟水，还有做完他们叫还愿、他们供食物之后供水之后等等，他就要还愿，他说希望能够断除我的烦恼，使到我早日证悟涅槃，然后供食物供水等等这些的供灯，我们一般上是从这里开始供食物供水，就是前面这些部分，这些斯里兰卡都用。我们是一般上我们念的话课诵从这边开始，这是第几页，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第一，它的这个我的这个页码都错了，
这已经第几页了？这个第十页了，这里啊，第十页，应该第九页这边开始。这里我们从这边开始，第九页啊，第十页开始了。啊，首先我们念供灯，一般上呢，念供灯啊。Kara sara patitena tibena tamatan sina tilokatipan sambutang pujayami tamonutang 敬供佛明灯，世上无善事，愿以此功德除愚痴黑暗。这是巴利文的意思。接下来供香。Kanda sa para sampara yute yute na tupe na hansukantina puja ye puja niyantang puja bhajana muttamang 就是敬供佛妙香，世上无善事，愿以此功德除邪恶臭味。味道就是都贝那亨苏甘蒂娜，这个就是它的意思。接下来是供鲜花，鲜花假花了，那些塑料做的 不可以拿来供鲜，当成鲜花供，因为是假的嘛。你们都有听过那个故事，那个 无忧王啊，阿苏嘎王的故事嘛，对不对？他的潜意识是用沙来供给佛，他把沙当成饭，结果他这一世呢，全身都是那些麻脸，全身都是长满痘痘。这就是因为你是邪见嘛，你怎么可以把沙拿来当饭来供给佛呢？佛都不可以吃沙的嘛，所以结果这就是他的果报了。不过他是很诚心供佛的嘛，小孩子来的嘛，那时候小孩子你也是造业嘛，也是有果报的。所以我们如果塑料放在佛前面是当好看，不可以拿来供，你可以摆在那边没问题。我的佛堂也是这样，有塑料的那些花摆在那边，现在都很多这些嘛，塑料的花，假的，它就像真的一样，你不要那种些，不可以拿来供、哦、要记住，因为不然的话你会造恶业的。你要供花，你必须要供新鲜的花，买去买。这边呢，供花 Vanakanda Gunu Betang Etang Kusumasan Tating Pujayami Munintasa Siripada Saruruhe Pujemi Putang Kusumena Nena Punena Petena Jahotu Mokang Pupang milayati yata itang me kayo tata yati vinasa pawang、啊、他的念法是这样的。我以这把花鲜摘而美丽，奉献于佛陀神圣之莲烛，敬供佛鲜花，师生如花萎落了、啊、萎败了，就是花会死掉的吗？愿以此功德助我早解脱，就是要想无常，人会死，所以你供花就是这样，因为花很快就衰败了、啊、接下来供水，我这个是程序是照次第来排的了。供水 Adivase Duno Pante Paniyam ParikapitangAnukampang upataya patikang hatumuttamang 糟糕，愿以愿敬供佛食水，世上无善事，愿以这功德除贪爱饥渴啊，贪爱。接下来供食物啊，阿迪瓦塞杜诺班德波加囊，就食物了。
Parikapitang anukampang upataya patikang hatumuttamang 进贡佛事物，世上无上士愿以此功德除贪欲饥渴。接下来供药汤，药汤是茶啊、咖啡啊，或者那些罐装的水啊，都可以供。啊，我也是供。啊，我有罐装的那些奶呀、啊、牛奶呀、啊、豆奶呀、啊、等等，我都供。阿弥陀佛，度那般提吉拉那巴迦扬依曼。Anukampang upataya patikang hatumuttamang 进贡佛药汤，世上无上士愿以此功德除贪爱饥渴。接下来果子啊，如果你有苹果子啊、橙子啊或者其他的子都可以供果子啊，果子也可以供果子，它的巴利文不大一样。Adiwasi duno pante。Panakang Parikapitang Panakang 就是果子、哦、Parikapitang Anukampang Upataya Patikang Hatu Muttamang Muttamang 就是无上的意思、啊、无上供水果。接下来 Adiwasi Duno Pante巴拉巴拉，巴拉就是可以讲说果啊。巴拉在我们巴利文里面讲就是果的意思。巴拉巴拉就是果子。巴拉巴拉，乌巴啊巴迪啊巴迪卡比当阿努甘邦乌巴达亚巴迪冈哈杜木德曼。进贡佛水果，世上无上士请悲悯我等接受这供养。这后面几个都是悲悯我等。接下来供甜品，甜品比如说蛋糕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甜品，就是吃完之后的那些甜品。阿弥瓦西杜诺班德，班德就是世尊了、啊Gajakang Parikapitang Anukampang Upataya Patikang Hatumuttamang 接下来乳品就是奶、奶酪等等，这些酸奶都是一样。Adiwasi Duno Pante Panitang Kira Panakang Anukampang Upataya Patikang Hatumuttamang 这是乳品、哦、Panitang Kira Panakang 接下来完了，很多供养都完了，不过还有其他的，实际上还有很多，只是说我们很少遇到，所以如果在泰国来讲比较少念这些。我这个全部是斯里兰卡式的，他们一件一件来，有次序的，这个很适合我们，因为我们喜欢做这样的供养，我们在佛前都供很多东西，汉传的寺院都是这样，所以我就采取这个斯里兰卡式的这些念诵，而且我念的调子也是斯里兰卡式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比较适合我们的中国人，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做供的话。会给我们增加很大的功德。当然他们每一个民族像傣族啊、缅甸，他们都有他们的做法，他也可以增加很大的功德，他有他们的方式、啊、我们比较喜欢做这样的方式来增加功德，斯里兰卡人也是这样。好，接下来就是礼敬佛塔啊，揭谛呀啊，旺达那就是在那边礼敬的意思。揭谛呀就是塔，旺达米揭谛央萨邦萨婆达尼苏帕提提当萨里里嘎达杜玛哈布丁，就是大菩提。布达鲁邦萨嘎朗萨达，就是佛的像啊。布达鲁邦，鲁邦佛的像。萨嘎朗萨达就是我们这些佛的像，我们礼敬这些
礼拜十方诸佛他舍利菩提树以及佛圣像。舍利拉就是佛的舍利啊，达度啊就是啊佛的那些戒，地戒、水戒、火戒、风戒，佛所所留遗留下来的地戒，就是舍利子啊。啊，达度玛哈波丁他的大菩提就是证悟了。好的，接下来我们看菩提树 Bodhi Vandana 就是菩提树的意思。礼敬菩提树，佛陀坐树下吹拂作魔杖，得成正自觉。此大菩提树，佛陀所崇敬我，一旦崇敬大菩提树王，它是树的王来的。好的，我们看 Yasamule Nisinova Sapari Vijaya Aka Pato Sampanyutang Sata Vantetang Bodhipatapang Ime Ete Mahabodhi 大菩提 Mahabodhi Ime Ete 这里大菩提 Logana Dena Bujita 世间上所崇敬 Logana Dena Bujita 说做供养，不记得。阿含比提那玛萨弥波提拉迦那玛斯图提波提拉迦就是菩提的王啊，菩提王，大菩提树王。好了，接下来我们做完这些供养，礼敬菩提树啊，礼敬佛的舍利子佛塔之后，然后我们就赞叹自己的这些供养的行为。这边就是他的供佛的行为。有说巴格瓦阿拉罕萨玛萨布多苏阿嘎多耶那巴格瓦达达摩苏帕提班诺亚萨巴格瓦达萨瓦嘎桑古达玛央巴格瓦当萨达曼萨桑康Imehi Sakarihyatara Hang Arupitehi Abibujayama Satuno Pante Bhagavasujira Parinibutopi Pajima Pajanata Nukampamanasa Ime Sakaritukata Panakarapute Padikanghatu Amhakantikaratang Hitaya Sukaya。这一段是泰国的、哦、泰国式的这个赞叹偈，就是中文就是世尊远离尘垢断尽无明烦恼的阿罗汉自证成正等正觉法，世尊以上妙吉祥境解说，世尊之追随者良好修行以道的僧伽，就是念随念僧的第一句了。我向佛法及僧伽致以无上崇高的敬礼，在此我们献上这些供品，愿以久入涅槃的圣洁师尊慈悲怜悯而接受我这微薄的供养，以便让我们及后世行者获得长恒的利益和幸福吧。接下来我们就到早课的部分，你看这边有挂号，挂号的部分是由领诵的人念，也就是汉传寺院所说的维挪了。维挪就是带领唱的那一个人了，带头唱，唱第一声他开始唱、啊、第一声唱、啊、唱第一声的。因为你很多出家众在那边坐在那边，你如果每个都出声的话不是大乱，所以要一个有一个人带头唱。藏传寺院也是这样的、啊、我去看他们藏传寺院也是这样，通常领诵的人坐在第一个位置，在藏传寺院他们是 都是坐在地上的，跟我们南传是一样的。但是汉传就不一样，汉传全部是站坐在念，其实这个就是道家的传承来的、啊、因为我们应该改回就是佛陀的传承是坐在地上来做，坐在地上你拿着引磬拿着木鱼拿着那个鼓来敲，那个我就觉得有点困难，可能要坐一个小凳子上面，不要紧了，这个是他们的事，我们就
不要去干涉他，他们要怎么做，他们继续，我们没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礼敬三宝啊，这边要先三拜佛。那你说我前面已经拜了，为什么要再拜？不要多问嘛，对不对？多拜对你有好处嘛，多拜就多功德嘛，不要去有这样疑问。我前面不是拜了，为什么现在又要拜？你这样的话，你的功德就少了。所以这边就念：世尊，远离尘垢，断尽无明烦恼的阿罗汉，自证真正等正觉，我礼敬佛陀。世尊，法世尊以三妙及详尽解说，我礼敬法。念完就拜了。世尊的追随者，良好修行到了僧伽，我礼敬僧伽一拜，就三拜喽。这边你念巴利文的话也是一样。阿拉汉三玛三不多巴格瓦不当巴格瓦当阿比瓦德米，这是音调是泰国的了。苏阿嘎多巴格瓦达丹摩丹曼南玛萨米，苏巴迪班诺巴格瓦多萨瓦嘎桑哥三康南玛咪，这样他那个咪的音要放低拉长，然后就一咪完大家就拜了，一起拜了。如果你们有去泰国寺院，你看他们做了很庄严的，也非常庄严的，非常好，很有规矩的。斯里兰卡也是，斯里兰卡稍微比较轻松一点，他不会有这么注重这样。我在斯里兰卡寺庙住了很多年，所以我很喜欢斯里兰卡寺的但是我也不反对了，我总之我不排斥了，我接受。就像我这里，我们这边今天早上，我这边是属于观音佛堂嘛，是他们送给我的，但因为它是一个观音佛堂，我不能够违背的这里村民的这个愿望嘛，他们希望这个观音庙继续下去嘛，所以我就顺他们的意思。所以今天是初一，他们去做供佛，那么我们就大家就一起跟他念咯他们也念北传的一样的道理，供香供灯供灯供香供水供一些食物供水果，点那些香我也去做供香他们也念炉香帐。总之我是相当开通的，我不会排斥任何传承尽管我会说没有阿弥陀佛这一回事，我并不是排斥他们，而是我是讲实话好的，我们接下来就看下一步。现在我们再到了礼赞佛陀世尊，一样的南无达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念三次。接下来我们就来做赞颂佛陀，这是随念佛但是这个随念佛的内容比较多比较长。你看，至尊的如来阿罗汉正智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师尊，这就是佛的十个名号，包括如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吗？十个名号，如果拿掉如来的话，世尊阿罗汉正智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尊跟世尊重复对吧，就只剩下一个，所以就剩下八个，所以就把无上士调御丈夫分开来，就变成九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剩下九个。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就剩下九个，没有分开来。无上士调御丈夫还是一样的，就变成九个。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说，只有九个名号啊。有一些人就说是十个名号，泰国都是念十个名号，我们也喜欢念十个名号，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把佛的那个如来拿掉的话好像是不对的，佛就是如来来的吗如来就是哒哒嘎哒吗所以这边也有哒哒嘎多有哒哒嘎多，所以
这个的巴利文的念法 YOSO TATAKATO ARAHAN SAMMA SAMBUTO VIJA JARANA SAMPANNO 押韵啊 SUKATO LOKAVITU ANUTARO 押韵Purisa tamasarati sata dewa manusanam buddho 押韵 Bhagava 本来后面有一个 D 但是因为这边下面还有所以那个 D 就不加进去再来 Yo imang lokang sadewa kang 这个是下面的了我还没有解释了哈中文 Samara kangSa Brahma Kang Sa Samana Brahma Nimpa Chiang Sa Dewa Manusang Sayang Abhinya Sa Jikatawa Pawatesi Yo Tamang Tesesi Adikariyanang Maje Kariyanang Pariyosanang Kariyanang Satang SabhyajanangKewala Pariputang Brahmachariyang Bhagasesi 这个就是、啊、佛以最高智慧清正而后毅力平等的开导于此界的天神魔王梵天沙门婆罗门就是这边哦、啊、Devakang Manu Sansayang Abhinya Sajikadava Bhavadesi 这样、啊天神魔王梵天沙门婆罗门国王与人们使他们依教奉行他所指示之法前上后上中上后义上持意具足教师梵行清净高尚了解经义培而修行以正完善与圆满的行为我最虔诚的礼敬世尊于世尊我俯首顶礼这些都不用解释的了因为很清楚所以不解释这边我刚才还没有念完 Dhammaham Bhagavantam 这是礼拜啦依佛、啊、我俯首的 Dhammaham Bhagavantam Abhibhujayami Dhammaham Bhagavantam Sirasanamami 就拜了、啊、就顶礼、啊、这个是这个东西、啊、我虔诚礼敬师尊对师尊我俯首顶礼就是 这两句Dhammaham Bhagavantam Abhibhujayami 就是我虔诚、啊、对佛众供养礼拜师尊 Dhammaham、啊、对了哈 Dhammaham Bhagavantam Sirasanamami 拜接下来我们就念随念法也是赞颂法随念法这边其实就是随念法这个呢是领诵的人念的这边也是这个是领诵的人念的他会开始念现在让我们赞颂佛陀他就念 Handamayang Mayang 就是大家咯超过两个人 Buddha Bidudin Garumase 然后大家就第一个他就念 Yoso 然后大家就跟着来 Tathagato Arahan Samma SambuddhoVijja Jarana Sampanno 就停在那边 Sukato Lokavitu Anuttaro Purisa Dhammasarati Satta Deva Manusanam Buddho Bhagava 这样 Buddho 然后 Bhagava 这样他要有押韵的然后一句一句大家跟在一起念很整齐的很好听泰国的你听他们念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念赞法 Handamayang Dhammang Bidudin、啊、就是赞颂 Bidudin Garuma Se Garuma 就是做做这个工作 Garuma Se 我们先念巴利文 Yoso Suagato Bhagavata DhammoSantitiko Akaliko Ehipasiko 全部是押韵的吗 Opanayiko Pajatang Veditapo Venuhi Dhammahan 这边是拜了 Dhammang Abhibhujayami Dhammahan Dhammang Sirasanamami
好，我们看中文。世尊所善妙及详尽解说之法，须经学习和奉行，亲自体会和自见，是可奉行可得成果，超越时间和空间。请来亲自查看，向内反照，智者皆能各自正知。我最虔诚的礼敬法就是这边。Dhammang Abhibhujayami， 礼敬法。Dhammang Sirasanamami， 于法我俯首顶礼。这里的这是我的翻译了，比较长，你可以用短的，也可以这样，我念给你听。世尊所善妙及详尽解说之法，是自渐渐的无时的超越时间空来见的，来见的，请来看来见，导向向内观照，导向向内反照，导向智者皆能各自正知，所以一样的意思是一样。你看啊，再听一遍，世尊所善妙及详尽解说之法，是自见现见啊，对不起，是现见的无实的来见的导向，导向什么正果嘛，正知啊，导向涅槃嘛，导向正果，智者皆能各自正知啊，所以是两种念法，你都可以，你要念哪一种都可以，这个比较清楚它的内容。好，我们接下来念赞颂僧伽。Handamayam Sangha Bidu Tinkaru Mase， 然后他就念 Yoso， 然后接下来就跟了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Ujo 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Nyaya 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沙弥契巴提班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哥啊，亚提当迦达里普里萨尤伽尼阿达普里萨布伽拉，耶萨巴嘎瓦多萨瓦嘎桑哥，阿胡内哟巴胡内哟达基内哟安杰里伽拉尼哟。Anuttaram punya ketang lokasa Dhammahang sangkhang abhibhujayami Dhammahang sangkhang sirasanamami 拜了，这样好，我们就看他的中文翻译。世尊啊的追随者，僧伽是世尊的追随者，因为 Suwagato 就是追随者的意思，听他的法的人叫追随者，或者说世尊的学生也可以讲，僧伽是世尊的 学生，良好的修行佛法，僧伽是世尊的学生也可以、直接的修行佛法，我觉得追随者比较好，所以我用追随者。世尊是僧伽是世尊的追随者，正确的修持佛法以求脱离苦，这是指三果，这个是指初果良好的，二果直接的，直接断五下分结贪嗔。僧伽是世尊的追随者，正确的断修烦恼，断苦，脱离苦，就是把贪跟嗔灭掉，所以这是翻译是正确的，别人的翻译是他的事了，我不管了，这是我的翻译了。僧伽是世尊的追随者，适当的依教奉行，修习清净反省，他们即是四双八倍行者，就是 Jatari Purisa Yugani Atta Purisa， 就是四双八倍， Atta 就是八， Purisa Bugala 八倍行者， Bugala 四双八倍行者，就是这句话 Jatari Purisa Yugani Atta Purisa Bugala， 就是这个。然后这边我就写挂壶的，就是向须陀洹得须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拉含得阿拉含，向阿罗汉得阿罗汉，就是四双八倍咯。那才是世尊的追随者僧伽，应当虔诚礼敬，应当热忱欢迎，应当布施供养，应当合十敬礼，是哪四句呢？这边啊，
阿呼内哟，巴呼内哟，达基内哟，安加里嘎拉尼哟，这样就是这四个。阿呼内哟就是礼敬，巴呼内哟就是欢迎，第三达基内哟就是供养。啊，供养他食物吗？用应用品吗？还有本本安加利嘎拉尼哟，安加利就是这个意思，合掌就是安加利，安加利嘎拉尼哟。好的，好，所以这就是他的意思。所以合掌，世间的无上福田就是啊。Punya Gedang Lokasa， 这是 Lokasa 世间。Punya 就是福，田就是 Gedang 啊。Lokasa， 我们虔诚的礼敬佛、礼敬法、礼敬僧啊，这边就是很重要的这三个部分。如果你没有时间做早晚课，最少你要把这三个部分做完，就可以去上班，去做你的生意。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早课。是最简短的了，就是随念佛随念法随念僧，念完每一个都拜，然后就去上班。有时候我也做，尤其是我在飞机上飞去加拿大，一下子要飞20多个小时，你叫我怎么去拜，找一个佛堂来拜啊，在飞机上怎么拜？所以我就静静闭着眼睛自己在那边做早课晚课嘛。你就躺在那个座位上，然后你也不用做合掌，你心中想我在合掌，懂吗？啊，你心中想我在合掌，我在念，你就把整个早晚课把它背完，你要背出来。好的，我们接下来就念下一个部分，早课的部分就是赞叹三宝之集和增益警惕心的章节，它是这样。喊的么样，就是大家一起来总念啊。Ratana Daya Sambal Panama Panama Katayo 就是解脱，这个是解脱，就是佛陀所讲的话，短短的集诵。Jewa Samvega 就是数据， Samvega 就是数据，听了我会警惕我、啊、警惕警惕，这边讲警惕，糟糕，这个鼠标呢找不到的，很辛苦，警惕，电脑这么发达啊，这个很辛苦啊，这个东西有时候找不到嘞，太小，同样的颜色，你看到边边层看得见箭号，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了，我的眼睛看不见。警惕心章节 ，samvega 就是警惕心 ，samvega。Parikitana patanja panamase， Parikitana 就是。真意的哈，巴利吉塔那，巴丹也是集诵啊，巴丹恰巴那玛塞，一起来念诵。好的，我们先看中文哈。圣洁的佛陀，悲心大士海，具足慧眼，完全净洁，这些是我的翻译了。吹灭世间的罪恶和苟染，真诚的礼敬佛陀。我们看。Buddho susuto karuna mahanawo yojangda sutta paranyana lojano lokasa papupa kilesa katako、啊、kilesa 就是烦恼、啊、世间的罪恶和苟染烦恼。Vandami Buddhang Ahamatare Natang 就是我对佛陀礼敬、啊、Vandami 就是礼敬， Buddhang 就是佛陀， Ahamatare Natang 就是真诚的礼敬佛陀，这是这一段。接下来是这一段。世尊之法有了一场光芒明亮的灯，有如此的分为道和果，刚才前面是四双八倍吗？相须陀洹就是道，果就是须陀洹，相斯陀行那是道，然后果就是斯陀行，相阿拉行那是道，果就是阿拉行三果，相阿罗汉那是道，
那么果就是阿罗汉，所以道和果。那么我们看走向超越世间，走向解脱圣道的正确方向，我真诚的礼敬于法，法就是里面有道跟果嘛，这就是法。佛陀的法像一盏明亮的灯啊，所以你看这边讲什么，丹摩迪巴迪波，巴迪波就是明亮的灯，利亚维亚达萨萨杜诺尤玛嘎巴嘎玛达贝达宾那哥罗古达罗尤加达达达迪巴诺，这边也是迪巴诺，就是灯嘛，啊，照亮世界嘛。万达米布当，万达米丹曼阿哈玛达里那当。啊，所以佛陀这边就是这边翻译出来的，他的巴利文就几个字，但是我们中文翻译这么多，那是字也比较大了啊。接下来我们看僧伽。僧伽是无上的福田，随佛觉悟，以见真心其境，断变幻无明，不定的无明烦恼，是圣人，是智者，我真诚的礼敬僧伽。这个也是我的翻译了。三颗苏格达贝达宾啊，苏格达巴亚迪克达亚迪克达三尼多尤迪达三多苏格达努波达哥罗拉巴希诺阿里尤苏米达索万达米桑康阿哈玛达里纳当啊，这个是他的巴利文。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段，因为这是礼敬三宝跟增益警惕心嘛，对不对？赞叹三宝跟增益警惕心的章节嘛。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段，依此礼敬三宝的殊胜功德，愿一切的障碍皆止息，为成功之力所取代。如此如来现于此世，远离尘垢，知无圆满正觉，开始处理三界的正道，是熄灭烦恼、趋向究竟涅槃的工具。善事啊，善事苏卡多哈，如此的宣说圆满的教理，我们以聆听的词法，知道生是苦，衰老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没有讲到病了哈，啊，病是罗垢罗嘎，生老死是苦，忧悲恼苦啊，失望是苦。愿真相会是愁悲苦忧恼，这个就是愁悲苦忧恼是苦，愿真相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是苦，简言之，五执取运是苦，那五种色执取运、受执取运、想执取运、行执取运和识执取运，这五执取运是苦。好，我们看这个，所以这边是最重要的内容了啊，从这边开始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忧苦是因为我们的执着，执着于五取运啊。还有我们看它的内容，一切瓦没干达比不加尼亚刚瓦杜达央瓦达亚达比萨嘎当不亚玛亚亚玛玛玛哄杜玛阿巴萨布巴达瓦玛哄杜维达萨巴巴瓦西迪亚伊达达达嘎多罗格乌巴诺阿拉罕萨玛萨布多达摩迦帝悉多尼亚尼哥乌巴萨米哥巴里尼巴尼哥萨布迪嘎米苏格达巴维迪多。那这边就是讲道和果哦。这边就讲玛雅当当曼苏多瓦，苏多瓦就听啊，耶万迦那玛迦帝比杜嘎啊，迦那迦帝比杜嘎生是苦，迦那比杜嘎老是苦，玛拉南比杜刚死是苦啊，苏嘎巴里帝瓦杜嘎多玛那苏巴亚萨比杜嘎愁悲苦忧恼啦。阿比耶希三巴优果杜果，就是愿真相会是苦。比耶希比巴优果杜果，爱别离是苦。央比将拉班迪拉那拉班迪杜
当彼都刚啊，求不得诉苦，求不得是苦啊。三吉德那八九八达那甘达都嘎，他们就是五取应是苦。这边就是讲哈，搬家搬出八达那甘达都嘎，塞亚的当他们如下。Rupu Patana Kanto, Vedanu Patana Kanto, Sanru Patana Kanto, Sankaru Patana Kanto, Vinyanu Patana Kanto. 十字取印，受持取印，想持取印，行持取印，十字取印，就是这 五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边了。唯使追随者肯定通晓这五印，世尊住世时常如是教诲追随者。以追随者间，世尊他对他们的教诲、提醒和强调：色是无常，受是无常，想是无常，行是无常，识是无常。色是无我，受是无我，想是无我，行是无我，识是无我。这边就是我们要修行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观照，看到五蕴是无常，五蕴是无我。啊，你看这种课程本是不是最好的？所以我拿到这课程本，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了，我还要找什么课诵本，我就把汉传的那个课诵本把它丢掉了，我就不再去念大小咒什么一大堆，那些都没有用，阿弥陀经都没有用的东西，那边不能够使我正果的嘛，对吗？如果你们要这一生能够拿到出果，或者修到二果三果或者修到四果的话，你一定要用这个课诵本，我没有骗你的。好，这边讲耶桑巴里尼亚达拉玛诺索巴高瓦耶桑巴胡朗萨瓦格维尼迪耶桑巴嘎加耶桑巴嘎加巴纳萨巴高瓦多萨瓦格苏阿努萨萨尼巴胡拉巴瓦达迪，巴胡拉就常常啊，常常教诲啊，常常提醒我们，常常也常常教诲提醒我们。如邦阿尼江色无常，维达那阿尼江受无常，三亚阿尼迦想无常，桑卡拉阿尼迦行无常。Vinyanam Anijan， 他的音调要像我这样念啊，他有一个地方你要 Vinyanam 啊，慢了了 Anijan 停了啊，就是时时无常。然后 Rupang Anatta Vedana Anatta Sanya Anatta Sankara Anatta Vinyanam Anatta， 这样就拉长一点，停。色是无常，受是无常，这个等等，识是无常。接下来就这一段，啊，一切因缘法无常，一切法无我。我们全体为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失望之所支配困扰着，被苦所困，被苦所障。我们怎么能够修到能够知道这个苦句，让它停下来呢？不再继续受苦呢？不再轮回呢？意思是这样咯，啊。萨比桑卡拉阿尼迦啊，一切行无常。萨比达玛阿那达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如果用汉传的那翻译的那两句是这样的，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得啊，如果女众的话就要念大，前面也有了，好，你们注意了，那边有写了，玛央。O dinam ha jatiya jaramara nena Domana sehi upaya sehi Tukutina tukapareta Ape wana mimasa Kewalasa tukakantasa Antakiriyaya Panyayetati 怎么样知道这苦句的完全仔细？接下来只是出家众念，就是如果只是我一个代诵的，我就在我一个人念了，那么这在家人就念下面的那一段。这个是
泰国的作风，啊，在斯里兰卡没有这样，缅甸也没有这样，啊，泰国它很分明，就是出家众坐在一边，在家众坐在另一边。事实上，缅甸、斯里兰卡也是这样，不过它并没有分开来念，他们是一起念。一般上出家众念先念，在家众跟着就来了。好，我们就念看这个我们出家众念的这一部分。悉拉巴利尼布当毗当巴格万当乌迪萨阿拉罕当萨玛萨布当萨达阿卡拉斯玛阿那卡里央巴巴吉达出家了哈，巴巴吉达达斯敏巴格瓦迪布拉玛查里央迦拉玛毗古南。如果是沙弥，他就念萨玛雷拉南。Sika Sajiva Samapan Samapan Natang 随智随力啊，具戒律与法，养获生命与啊，清净奉行清净了，使苦聚完全止息。好的，啊，Sika Sajiva Samapan Natang当诺布拉玛查里央伊玛萨基瓦拉萨杜卡甘达萨安达基里亚亚萨姆瓦达杜，这样啊，居住的戒律与法随智随力，这边是讲随智随力。悉卡萨基瓦萨玛班亚，好的，我们这边看。接下来是在家众念，啊，虽然诗中离垢正觉久远涅槃几乎是一样的了，不过我们还是以它为归处、归法、归身。我们尽力的随智随力，以身口意奉行师尊的教诲，愿以此依教奉行的力量，持苦聚，让他们完全的止息吧。接下来我们看，一样的也是基拉，就是虽然的基拉，就是虽然的意思。悉拉巴利尼布当毗当巴格万当萨拉南嘎多，女众就念嘎达，达曼加桑坎加达斯玛达萨巴格瓦多萨萨南亚达萨迪亚达巴朗，随念随力啊，随智随力，随念随力，曼那悉卡罗玛。阿努巴迪嘎阿努巴迪巴加玛萨萨诺巴迪巴迪伊玛萨给瓦拉萨杜嘎甘达萨安达吉里亚亚萨摩达迪萨摩达杜萨摩达杜仔细，哦，好的，接下来这边是你的愿望，啊，你出家众，啊，在家众都念你的愿望。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无法因常思维，这是数据，就是警惕文了，啊，这边就有警惕了。现在我们来念诵因常思审之文。汉德玛央阿宾亚阿宾哈巴加维卡纳审思巴坦巴纳玛西，啊，这边衰老是自然的法则，我们并不能超越衰老，每一个人一天天都老去的，你自己要想一想是不是。病苦是自然的法则，我们并不能超越病苦，死亡是自然的法则，我们并不能超越死亡，对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论是喜欢或珍惜的，最后将会跟我们背离或分散的，会离开我们的。我们是业的主人，是自己业的继承人，由自己的业而生，是自己业的亲族，依自己的业支撑的活，不论我们造什么业，善的或恶的，我们都要去承担，是吗？应当天天见的思审。好，我们看他的巴利文，加拉达摩希就是法则，加朗阿那迪多就是死是无我的阿那迪多，啊，女众就念阿那迪达，啊，
Biading 也就是 Roga 了，我刚才讲 Biading Roga 跟 Biading 是一样 Damohi Anadito、啊、女众就念 Anadita、啊、然后 Maranang Damohi Maranang Anadito、啊、就是 Anadita 是女众念的，男众念 Anadito， 女众就念 Anadita， 这样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喜欢的东西会跟我们离开了、啊、所以就是跟我们分离了、啊、所以沙贝希美比耶希喜欢的比亚嘛喜欢的比耶希马纳贝希、啊、不喜欢的马纳贝希纳纳巴沃维纳巴沃纳纳巴沃就是离开了 ，vina bawo 就是散了了 ，vina bawo。好，接下来业 ，gama sagumi 业的法则啊 ，gama sagumi gama daya do 啊 ，gama saga 啊 ，gama sagumi 业的主人 ，gama daya do gama 啊。女众伽玛达亚达哈，伽玛尤尼啊，伽玛从业而生，伽玛班都业的亲族，伽玛巴蒂萨拉诺业的支撑而活啊。女众念伽玛巴蒂萨拉那，央伽玛伽利萨米伽利亚南瓦巴巴冈瓦三跟二啊，伽玛萨伽玛萨米。Yang gamang garisami 啊，就是我们做的啊，我们所做的善的恶的啊，造的我们所造的业善的恶的啊，善的是 garianang wa ba ba gang wa da sa da ya do， 就是我们要承担啊，继承人嘛承担。Bavisami evan amhehi abinham paja wekita bang， 我们要这样施舍。好，接下来我的教诫，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早课的部分非常重要的。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啊，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就是这四句话吗？一切恶莫作，一切善奉行，自调尽其意是诸佛所教。巴利文、啊、我们看先看前面佛的教诫，汉达玛央欧瓦达就是教诫。巴蒂摩嘎别解脱、啊、别解脱就是给出家众的。嘎达有解体巴那玛塞萨巴巴巴萨阿嘎拉南诸恶莫作，巴巴萨是恶不作阿嘎拉南古萨拉萨苏巴桑巴达善的奉行，桑巴达就是做奉行、啊、萨吉达巴里尤达巴南啊。巴利欧就是、清净自己的、念头，萨吉达，吉达就是心嘛、清净自己的心。那么，耶当、布达那、沙萨南，佛的教界，佛的时代，教法的时代，沙萨南、布达、布达那、沙萨南，佛的教界的时代、啊、这就是佛的所讲的。忍辱为最高的苦行，所有觉者都说涅槃是最高无上的。杀害他者不是出家人，恼害他者不是沙门，不诽谤，不侵害，严守戒律，饮食节量啊，身居简处于幽僻之地，精勤于修习真善定，是诸佛所教啊，教我们要怎么样做，怎么样修行。这里就是这里啊，然后接下来呢？坎地，坎地就是安静忍辱、哦啊、忍辱坎地巴拉南达波地地嘎尼巴南巴拉曼万丹地布达那希巴巴吉多、啊、巴鲁巴嘎地萨曼诺霍地沙门、啊、萨曼诺霍地沙门、啊、沙门呢不恼害别人巴兰比希达央都
阿努巴瓦多阿努巴嘎多，就是不诽谤不侵害。巴蒂摩戒加三瓦罗，巴蒂摩戒就是别解脱戒，手持戒律，手持别解脱戒、啊、就是 通过守戒而达到解脱的意思了。巴蒂摩戒加三瓦罗，还有认了了加点烧水。摩诃迦三瓦罗玛达纽当迦巴达斯敏啊，玛达纽当迦就是在安静的地方哈，巴达斯敏巴丹迦萨亚那萨南就是睡的船呐 啊，在那边安静的地方住啊。第七叠迦阿尤哥就是增上心和定啊，第七叠是增上心。阿尤哥就是在那边修反省嘛，对不对？阿旦布达那沙扎南地，这就是佛所教、佛所讲的。佛陀教导我们要这样做：守戒律、饮食戒量、身居简处，在幽僻之地，精勤于修习增上心和增上定。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到下一段。今天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我看一下我到了哪里哈。到了第十六页了。那么还有一二三四五六，还有六页，没办法了，我们今天必须要讲完它所以我们必须要拉长一点时间。如果你们时间不够的话，要先走你们可以先走了，以后就下来再来听这个音频了，或者视频。视频我是传到海外了，国内没办法，连百度都没办法，他的会被他禁掉，他不知道，他总之是很多这些他就会被禁掉，然后你们就看不到，也不能够分享，所以我没有法子，我就放在海外，放在油管，你们必须要用别的方式出来看。总之现在我们就讲到真正的皈依处。汉达玛央克玛克玛萨拉那嘎曼那巴里迪比嘎嘎达尤巴那玛塞。真正的皈依处，诸人恐怖故，去皈依三月或皈依树林，远远树佛图。佛图就是佛塔啦，这不是安稳的皈依处，这不是最上的皈依处。像这样皈依的人不能离一切苦。非上皈依处，非稳皈依处，我这个将来要再翻译过，因为我就不是还是很满意，不要紧，暂时先用、啊、不离一切苦，如是皈依者不离一切苦，总之不要紧，我们继续将来再说、啊、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巴利文、啊、如果一个人皈依的话，用正确的智慧、啊、来修，就是我一直在教你们的嘛，你要修三十二神灯，要修世界差别，因为这是佛教的，这会使你开智慧，使你快点看见五蕴是无常是无我，然后你会放下五蕴，就正出国嘛。所以我是苦口婆心一直要催你们要好好修，是这个道理嘛、啊、好的，我们看这个意思、啊、要怎么样，你要见到苦，苦的原因，苦的熄灭，以及修八正道，这才是最安稳的皈依处，最善的皈依处。这样的人呢，能够解脱一切的苦，轮回的苦。然后你看看这一段，这是佛讲的话，只是说我对我的中文翻译还不是很满意了，我将来再把它翻译好一点了。巴哄贝萨拉南扬迪巴巴达尼瓦纳尼加阿拉玛鲁嘎，鲁嘎就是树下，
Cetiyani Manusata Tapaya Tachita Netang 不是、哦、不是 Netang Go Saranang Keman 这不是安稳的皈依处。Netang Saranang Mutamang 不是最上的皈依处。Sapaduka Pamujati 不是 Netang Sapaduka Pamujati不能够解除苦。有家不当家当满家上看家萨拉南嘎多。家达利阿利亚萨加尼就是四圣题。萨玛班亚亚巴萨蒂就是要真智慧用慧。杜干杜嘎萨姆巴当杜干就是苦的原因萨姆巴当。杜嘎萨加阿迪嘎曼苦的熄灭阿迪嘎曼阿利亚加达吉嘎玛冈就是八字圣道杜姑巴萨玛嘎米囊杜姑就是苦巴萨玛苦的止息嘎米囊就是路道路向着去嘎米囊A 当古萨拉南基曼安稳的 ，A 当萨拉南木达曼最上的皈依 ，A 当萨拉南玛伽玛这是皈依的道，萨巴杜嘎巴木加滴滴这边我有漏掉的，都前后都漏了一句话，因为念的不是很顺，为什么呢？你看，这不是安稳的皈依处，这不是最上的皈依处，这不是皈依的道。像这样皈依的人不能离一切苦。然后这边后面也是，这是安稳的皈依处，这是无上的皈依处，这是皈依的道。像这样皈依的人能解脱一切苦。如果可能，下一版我会加下去吧，因为这边有，你看，这是皈依的道。好的。我们接来看因缘和合法之审查。萨巴桑卡拉杜嘎萨巴达玛阿那达萨巴桑卡拉阿尼加萨巴桑卡拉杜嘎萨巴达玛阿那达就是三法印哦。其实这边就是讲三法印这个，但是后面还有其他的文句啦。生命不是很长的，死亡是必然的，我们会死那是肯定的。生命的结束就是死亡，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怎么能够不变呢？死亡才是不变的，才是确定的，是在的，这身体不能够维持下去的，一旦没有了事就被抛弃了，埋在泥堆下就像朽木一般，没有任何的用处了。一切因缘和合法无常，升起了必将灭去，有了也会消失的，当一切的行完全仔细寂灭才是最快乐的好，这个都不需要太多解释了，很清楚的了。来，我们看他的巴利文。萨比桑卡拉阿尼加萨比桑卡拉杜嘎萨比达玛阿那达，这是无我无常苦无我三法印。然后接下来阿杜湾吉比当，生命是不是稳定的阿杜湾就是不是很久的意思。杜湾马拉囊死是确定的，死是必然的，生命是不确定的，不恒长的死是确定的阿杜湾马拉囊阿瓦萨玛亚玛里达邦就是我们会死的，马拉囊巴利尤萨囊美基比当，我的生命是会结束的基比当美阿尼亚当生命是生命是无常的，阿尼亚当就是没有规则，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尼亚当就是有规则它的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翻译成生命是无常的咯。ชีวิต มรณะ เมนิยตัง死是规则，所以一定有的，会一定发生的，所以尼亚当，所以死是必然的啊，实在的啊，这个身体就到这一段。阿基拉瓦达扬嘎哟，巴达宾阿迪塞萨迪，丘多阿贝达宾亚努尼拉当瓦嘎林嘎朗，这个是佛陀对一个老和尚说的，那个老和尚要死了。佛陀他全身啊躺在尿跟粪之中，我有讲过这个故事吗？然后佛陀知道他要死了，要回正果，然后就去他那边啊，叫人把他的那个袈裟肮脏的把它拿下来，拿去洗，跟他换上，地上抹干净啊，就不会臭了嘛。然后地上抹干净啊，给他啊躺在干净的床上，然后就跟他讲啊，你这个身体啊很快就没有了意思了啊，你的身体呢就被丢掉了，就像朽木一般没有任用处了然后再跟他讲，因缘和合法无常，生起的会灭去的，有了些消失的，放下一切的行寂灭才是最快乐的，他就证果了，他就证阿罗汉了这么快呀，就是这两句咯。阿基拉瓦达扬嘎哟，你的身体啊啊，基朗就是虽然了，你这个身体啊，瓦达扬瓦达啊，瓦达就是轮转的意思了，身体。巴达宾阿迪塞沙迪啊，那个地大分离了，巴达宾阿迪塞沙迪分离了啊，埋在泥堆下，就多阿贝达宾亚诺没有了意思。你拉当瓦嘎林嘎朗啊，没有用处了啊！嘎林嘎朗，嘎朗就是物体，嘎林嘎朗没有用的东西啊。然后阿基拉瓦达桑卡拉，你看前面是瓦达吗？这也是瓦达吗？就是对他说的啊。阿基拉瓦达桑卡拉，乌巴达瓦亚达米诺，乌巴吉多阿尼鲁江地地上乌巴萨摩苏哥啊，诸行无常啊，是不是？诸行无常，生起了必将灭去啊，诸行无常，生起了必将灭去啊，乌巴吉多阿尼鲁江地。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原来的汉传的翻译是这样：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法灭以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跟这个老和尚说的，老和尚听完这两句话呢，就证阿罗汉。他就死掉了，然后就他也不管了，身体死了就死了嘛，身体你还要怎么样，死了就不能够呼吸，就没有用了嘛，就这个意思。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个意思。好的，接下来佛陀的证悟的，佛陀成佛的那一天所说的话，证悟的啊。汉德玛央巴达玛就是开始巴达玛，布达巴西达嘎达哟巴纳玛西啊，真悟在觉悟的那一天所说的话。阿尼嘎加迪萨萨朗萨达比桑阿尼比桑嘎哈嘎朗嘎维桑都杜嘎加迪布纳布囊，一次又一次布纳布囊，一次又一次生出来都是空悟。嘎哈嘎啦嘎地多西布那嘎哈给哈那嘎哈西萨巴地巴苏嘎巴嘎嘎哈古当维萨嘎当维萨嘎啦嘎当吉当当哈那嘎亚玛加嘎，这是无数生死轮回中无法寻获造物人，流转之际没发现，再再出生都是苦。不拿不难就是再再出生，加地就是出生，造物的人已发现无法再造物质了，
一切床木已摧毁，竹梁也拆断了，心不再去造作，一切的爱意皆尽灭、啊、爱意这边当行、啊、这是、啊、爱意当行嘎呀、啊、当哈当哈就是爱意灭掉它了。这是佛陀最初的证悟的时候所讲的话，这是我的翻译了。我觉得我这个翻译 还可以了，我不是吹牛了，我是讲的我这个翻译还是可以的。大家把意思念出来，而且是有整齐的句子的。好的，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就要结束了了哈，这个完下一个就结束了，所以不是很长的时间。四字句就是我们所用的衣、食物、住所跟药物这四种，所以叫四字句。给我们出家众主要的，我们要有正念。看怎么样，当卡尼卡巴加维卡纳巴丹加巴纳马塞，就是字句取用前的审思，审思巴加维卡纳。好的，先看一的审思。我应当正念的审思我所受用的衣物，那是为了排除寒冷，为了排除炎热，为了抵御恶风、烈日、盲蚊和一切爬虫类的侵扰，以便同时为了覆盖身体得以遮羞，就是遮住自己啊，不要暴露出来很难看吗？以前你看圣经里面都讲亚当夏娃两个脱光光跑来跑去的吗？圣经里面都这样讲，以前人不会做衣服嘛，所以最早的衣服就是用树叶来遮住身体，就像夏威夷人那样的，都是用树衣，所以他跳那个草裙舞嘛。夏威夷人是最早的会穿衣的人，懂吗？后来就更聪明了，就把这个棉花织成布，或者麻织成布来穿在身上。后来更进步了，丝缠蚕丝，对不对？锦，对不对？后来人造纤维，对吗？所以这就是人的进化嘛。总之一在佛陀的时代有衣服了了、啊、所以我们也要穿着披到，尽管我们的袈裟是没有纽扣啊，只是披上去而已啊，但是也是拿来遮身体的嘛，目的就是遮住身体嘛，能够保温，不会冷，不会被虫啊蚊虫叮，我们这样的话就不会受苦吧。把第三个 Yoniso、啊、Yoniso 就是如理的 Yoniso， 吉瓦兰就是衣服吉瓦兰，把第四瓦米亚瓦德瓦西达萨把第嘎哈亚乌玛萨把第嘎哈亚乌玛萨把第嘎哈亚丹萨玛嘎萨瓦达达巴西里萨巴Sampasana padikaka padikataya Yawa dewa hiriko pina Pajya Pajya tang na tang Padijya ta na tang、啊、好，这个就是他的审思文巴利文。然后接下来食的审思文，我们应当圣念的审思我所送的饮食，不管是喝的茶水、咖啡还是奶，还是各种各样的饮料食物，对不对？你要正念的，不要去贪求，不是为了纵情玩乐，不是为了肥壮，不是为了美丽。你看我来到这边，他们就昨天就跟我讲说街上这边街上江沙了、啊、那个餐馆的儿子，餐馆的老板、啊、才不过走之前才几个月而已，大概也不是 很大的年纪了，餐馆的老板大概也就是六十多岁走了咯。现在儿子呢前几天又走了了，才二十七岁的儿子也走了。为什么？你一天到晚吃那些东西太油嘛，餐馆里面很多食物吃嘛，结果儿子就很胖嘛，然后心脏血管就爆了，爆裂了，爆裂了，里面就大出血了嘛，大出血就死掉了，人就马上晕倒，就送进医院，就没得救了，二十七岁就完了咯。所以你看死是必然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而已。所以我们对饮食要有正思维，不要乱吃、啊、
不是为了肥壮，不是为了美丽，不是为了装饰，维持，只是维持这个身体，让它能够 生活下去，存下去，生存下去。令不损伤，以便注意休息反省。依照这样的实行，这样的修行呢，我将消除旧有的感受，我这样做是行了，就不会产生饱的感受，别吃太饱，这样就不知受苦而得以无过的安住。接下来我们看住的审视、啊、我应当正念的审视我所受用的房舍卧具，只是为了排除寒冷，为了排除炎热，冷跟热了，为了风烈日盲蚊和一切爬虫类的侵扰，同时也是为了防御恶劣的天气所引起的险难、啊、所以要有一个房子嘛，要有东西遮住头嘛，以便行者拥有安全修行的地方，这是正思维的。好，看巴利文。巴蒂桑嘎尤尼索舍那萨那巴蒂舍瓦米亚瓦迪瓦西达萨巴蒂嘎达亚乌玛萨巴蒂嘎达亚，冷日了。丹玛玛嘎萨瓦达达巴西里萨巴桑巴萨那巴蒂嘎达亚亚瓦迪瓦乌杜巴里萨亚比诺达南巴蒂萨拉南拉玛当巴蒂萨拉南拉玛当，这个应该分开来，分开来啊，巴蒂萨拉南拉玛当这样。好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药的损失。我应当正念的审视我所受用的治疗病痛的药物药具、啊、那只是为了消除种种疾病所引起的苦受，以便使自己从病痛中解脱出来以的安死和自在。为什么我们要用药？就是要解除苦痛吗？对吗？好，把这三个有你说给拉拿给拉拿这边漏掉了一个字 Kilana Kilana Pachaya Pesaja Padikaram Padisewami Yawadeva Upananam Via Padikanam Vedananam Padikataya Abya Pachaya Abya Pachaya 分开来这个字 Padiparamataya Adi。 好，这就是药的审思。接下来我们就念事物严肃和深不净的审思，就是正念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这四个东西。汉达玛央，汉达玛央，汉达玛央，哎呦糟糕了，这边又漏掉了一个 N。 汉达玛央大都巴迪古拉巴加维卡纳巴丹加巴纳玛西Ya tapacayam bhavatamanam tadumatamevetang yaditang jivarang tadupabunjagoja bukalo tadumatako nisato nijivosunyo sapani pana imani jivarani acikujaniyani imang buddhikayam patawa adiviyaci gu jia ni ya ni ya jia yang di， 这衣服以及受用这衣服的人的出现啊，只是维持啊，也就是维持存在的因缘，只是自然界不同元素的组合。地水火风，没有一个人，没有永远生存的啊，空而无我，空就是。空无自性，不能够存在的，不能够自己存在的，所以无我，没有灵魂。这衣服本来不是不安静不干净，你看那个和尚，老和尚前面就讲了吗，粪的尿黏住，就是身体里面的肮脏东西出来嘛。衣服不是本来不是不干净，是被里面的东西流出来弄得不干净，所以接触到这身体之后就变得肮脏不干净了。接下来饮食也是这样的、哦，亚达巴加央巴瓦塔玛南达杜玛塔美比当亚迪当宾达巴多达杜巴本加哥加布加罗
达都玛达哥尼萨多尼基沃孙尤萨波班那央宾达巴多阿吉古加尼尤伊曼布迪卡央巴达瓦阿迪比亚吉古加尼亚尼加央迪啊，人也饮食也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净，饮食本来不净，我们吃到进到身体里面就变成那个胃啊酸啊什么东西，你吐出来谁敢吃啊？对不对？一样的，你下面的粪流出来谁敢吃啊？对不对？所以是因为身体这样变得肮脏去了嘛，啊，一样的道理。现在卧具也是一样，枕头啊被会臭，会生虫，生那个木色，就是这个身体不干净造成的。啊，一样的，我们看，凡是卧具，受用在凡是卧具者的出现，也是因为它只是自然界不同的元素而已，没有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身体不净嘛，所以使到这些卧具不净，是一样的。亚达巴加扬巴瓦塔玛南达杜玛塔梅维当亚提当舍那萨南达杜巴本加古加布加罗达杜玛达古尼萨杜尼基沃孙哟萨巴尼班那伊玛尼舍那萨那阿吉古加尼亚尼伊玛布迪加扬巴达瓦阿迪比亚吉古加尼亚尼加扬迪。接下来药物啊，药具也是一样，我们用的药，药本来就是一个成分物质，天然的物质，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都一样，但是它本来是纯的物质，但是一进到身体就变成变质了，对不对啊？就变成脏的了，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它的巴利文，亚达巴杰扬巴瓦达玛南达杜玛达美维达亚迪当迪拉纳巴杰亚比萨加巴里卡罗达杜巴本杰古杰布加罗达杜玛达古尼萨杜尼基沃孙哟萨波巴那扬吉拉纳巴杰亚比萨加巴里卡罗阿吉古杰尼哟伊曼布迪卡亚巴达瓦阿迪利亚吉古杰尼亚尼加亚迪。好，接下来我们到最后回向功德。坦达玛央巴迪达那嘎达哟巴那玛塞，我们看，这是我的翻译了。第一次翻译没有这么好，这是第二次翻译。啊，以此礼敬的功德，具肢体试验中，菩提树边天神众，彼我们复安乐，愿这试验新旧生，以及诸位长老们，举世中的男女，优婆塞和优婆夷。村中的人及首领乃至一切有情众，愿彼幸福和安乐，普愿一切世生众胎卵四化四种啊众生均得佛法的滋润，趋向善道而解脱，愿众奉法修行人获得长寿正法住，住在世间，愿身为我真利益，愿法护卫奉法者，愿彼成长圣正道，愿众生对佛教法都能升起虔诚信，愿大地风调雨顺，欣欣向荣，人民乐，愿助正法统治者护卫子民如父母。好，我们看他的这些其实都不用 太多解释。然后我们看他的巴利文，亚德瓦达三地比哈拉瓦西尼杜比嘎里布迪嘎里达行达行达达玛达里那巴万杜布吉达苏丁嘎罗迪达维哈拉曼达里迪拉加玛加那瓦嘎加比嘎沃萨拉米嘎达那巴迪乌巴萨嘎嘎玛加迪萨尼嘎玛加伊萨拉萨班那布达苏吉达巴万杜迪亚达布加加拉布加亚迪亚比加安达三巴瓦三世达加达阿达五巴巴迪嘎啊，四声的哈，阿达是八种的哈，尼亚尼冈达玛瓦朗巴迪加迪啊，就是佛法的滋润，沙贝比杜嘎沙嘎隆杜桑嘎央啊。大度吉朗萨丹丹摩啊，大度吉朗萨丹丹摩，
达玛达拉加布嘎拉奉法修行人呐、啊，阿达亚加希达亚加就是获得长寿正法住。阿弥拉甘都萨达摩萨贝比达玛达加里诺乌丁桑巴布内亚玛达美阿里亚巴瓦蒂蒂。巴萨那洪都萨贝比巴尼诺乌达萨萨内萨玛达朗巴维江都嘎勒迪沃巴瓦萨都乌丁巴瓦亚萨达南萨米达内都米达宁玛达比达父母啊比达加阿达江啊父母尼江拉堪迪布达冈子女啊保护子女，保护子女。Evan Damena Rajano 就是有、啊、好的统治者。Bajang Rakandu Sabada 一切吉祥、啊、一切都吉祥 Sabada 保护、啊、这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解释早课的就到这里为止，你们有问题拿出来问。我们已经多用了差不多40分钟。师父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大学生曾经问过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我们在向佛陀行礼的时候，他觉得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向一个泥塑像或者说是一个纸质的照片行礼，他不太理解这一点，应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哎、他这些人呢、啊，不信佛的人不要跟他多说，其实你要跟他解释很费事的、嗯、不要理他，这些人没有善根，你跟他多说也没有、嗯嗯，是的，采取就是笑笑的，不用多说。总之你信你的、嗯、我信我的就是了嘛。用这种方式最好，因为你要知道、嗯、佛陀的功德啊，我们就要看佛陀的功德啊。什么功德？佛陀离开现在已经2600年了，超过2600年，对吗？好，佛陀的功德在哪里、嗯、你说佛陀的功德在哪里？这么多的佛书，这么多那些出家众在解释佛的佛法，哎，去了哪里？兰兰，哦，在这里。这么多的寺院，对不对？这么多的佛塔，这么多的那些舍利塔供奉他的，你想一想，这个是不是显示佛的功德？这么多人，是的，是的，这么多人，他尽管没有去寺庙。他在那边自己默默的在修佛陀的法，而自行佛陀所教的东西，你说这个是不是佛的功德？就像我们、汉人很崇拜孔子这样，对吗？孔子的功德有多大？很大的。你看孔庙，政府每一年要去修他，花钱去修，对不对？他孔子的那些后代，政府这么还要帮助他们呢。啊、姓孔的人就是孔子的后代呀、啊。我不知道中国国内会不会尊敬呢、啊？在台湾、啊、姓孔的后代很恭敬他们的，他们也是很有就是很有教养的，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功德啊。那你说、嗯、对的，我们把佛的、像弄成一个塑像、木像啊、铜像啊、石头像啊，或者画的，然后我们顶礼他有什么错？我们在恭敬圣者的嘛。这些人才不信的、嗯、不信的人你跟他多说没有用的，而且还有是更严重，是那些邪性的、嗯、他们是有，我们现在不要这样讲太多了，别提到宗教有一些是叫邪性的，他认为我们是在拜偶像，肯他如果用回这一个字的话，对对，就是这么，肯定就是那些信邪教的人，因为他的心中呢没有一种崇圣
崇敬圣者的那种心，懂吗？好的，下一个问题。对，师父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向虚陀环，就是他还没有得虚陀环的时候，他还不是圣者，那他是 算四生八倍行者，但不是圣者，对吧？他是八倍，这八倍都是属于是行者，可以这样说。他达到了虚陀环，就是所谓圣者。不过他里面的巴利文是阿利亚萨迦尼啊，所以也算是圣者。他是八倍圣者，他的巴利文是阿利亚，所以说圣者，因为走向圣道了嘛，他迟早就会证圣果的嘛，证出果的嘛，所以也算是圣果。因为他是皈依佛，因为他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以及守五戒，所以也算是圣者。所以只要守五戒、皈依三宝，就算是走向虚陀环，就是向虚陀环。对的了，对的了，这个叫做随性行。随法行就是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次法相，这就叫做随法行。我们的大多数是随法行啊，随性行的人他很信的，他不大爱来听佛法，他只是默默的在这边信仰，那么他守好戒，这种叫随法行啊，随性行，他信仰很强啊，他绝对不会怀疑佛，或者怀疑佛所讲的法，或者怀疑那些圣人的身。OK， 好的，谢谢师父。下一个问题，经理站长啊，我想问一个问题，站长啊，问。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五戒跟八戒之间，就是在那个第三条它两条有不一样，你看看，就像那个三戒的话，就是嘎咪苏咪吃咪茶咪茶，那个就是对，我受持离欲邪行学处，但是到了第八戒呢，就成了那个犯行处，它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呀？当然不一样啊，邪行他如果是夫妻，他可以淫逸啊，但是犯行是不能够。不是那么三戒。对呀、第三条戒八戒是不淫的，就是要凡行戒，非凡行戒就是你不能够淫逸，非凡行戒就是不准淫逸的意思。而五戒的第三条戒是不邪淫，你不要去外面搞婚外情。不同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第八戒的话，就是对，就是我们说的话，夫妻的话这种情况也不能发生关系，这就是非凡行。如果说五戒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夫妻发生关系？可以呀，五戒是允许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的，五戒是允许的，所以才有八关斋戒，懂吗？一个月六天，对不对？你一个月你们在一起睡了已经二十四天了，那六天离开来嘛，不要分别在一起睡嘛。你睡这么多天做什么？我只是说，这两天不敢不好，什么身体不太舒服，光咳嗽。那就是你天天那个等着，今天早上这个啊，怎么样？今天早上禅修的时候，就是感觉在这个左侧这个地方有一道非常亮的光，是不是这个？但是心一观察呢，直接就跑掉了，直接就是那道光非常非常亮，非常非常吓人的是那种感觉，哗一道亮光出来了。然后是不是这种就是心非常静了，就是心色，然后是很高的是吗？然后它是不是很高的？是不是很高的？光，对，很
很高的，就感觉是那条光，就是可以感觉的就是顶天立地里头很亮的一条光。就是如果因为在那个只是观察到这个安班嘛，观察安班的时候，心一走，然后那个光就消失掉，一去看那光，直接光就消失掉了。对的，嗯，不要紧的，总之你知道就可以了。啊，你知道它是不是这种光？就是这个不是常相，这个不是常相，是它不是常相，这个、是不是？我就感觉是不是？不是不是，我猜是神仙呢、啊。是什么观的？我没听明白。我猜是神仙。不可能。你都不知道嘛？你都不知道你那方，你就经历过非常，我才问你有多高啊？你去看他写的话就不见掉了。对，很高那条光，但是那个光要比阳光还要强，非常非常的亮，一道光。所以我才说是神仙嘛。反正我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凡夫，我不知道。因为你眼睛还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嘛，所以他就显得很亮。对，我。对吗？对，非常非常的亮。有可能是大梵天王下来要招女婿了。开玩笑的了。我看行、不可能大梵天王下来讲。行，那就感恩那就明白了、不要理他，这些不重要。你知道有光就可以了。 OK， 下一个问题。行，那明白了。还有没有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多少个小时了？两点半，现在四点半了。啊，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有问题吗？庭花？有，尊者，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佛的教戒里面有讲。那个杀害他者不名为出家人，恼害他者不名为沙门。可是沙门不是也是出家人的沙门就是一个包含在里面吗？那他特别这样讲是有什么用意？他只是用不同的名字啊，就是叫你不要伤害众生嘛。OK， 好。杀害者不名为出家人，恼害者不名为沙门，一样的嘛。出家人跟沙门其实对，只是用不同的名字而已嘛。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不要去伤害别人或者使人家起烦恼，尽量给人家安乐。所以 一定要常常修慈心禅，把慈心散发给人家。尊者，那讲到这个慈心禅，我可以请问您一个问题吗？我最近就是这几天的事情，我修对自己的慈心，然后因为我之前修常常找不到那个感觉，然后我后来有想起说我生病，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生病，然后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到大学我要出国前，就是我就无缘无故就会生病，然后整个人会昏倒，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就背着我，就想到那个情景，然后想到我小时候常常生病，半夜都去看医生，然后我爸爸就会带着我，然后我爸爸带着我看医生，或者是其他时间生病，然后他就会去帮我买一颗，那时候的五爪苹果很贵，一颗当时是50块，那我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贵的，但是面包大概只有2.5块的台币而已这样。那我就想到这些，然后我就开始对自己做慈心禅，然后我做到就是整个人会流汗，这样的状况是对的吗？就是那个是因为，可是也不是，因为我在冷气房，我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做的，所以我就在想这样的做，我做慈心禅有是对的吗？因为我之前是会做到热，可是不会做到有流汗这样。你会感觉到身体放松吗？身体放松，你的那个热就出来了吗？
所以是对的，修的对，你的慈性禅师修对了。好，那我知道这个感觉了，我之后在修的时候我就大概可以抓到那个要诀了，这样子。是的，是，感恩尊者，谢谢。还有没有问题？其他的人，答应你是 Adelaide 的哈，答应是吗？是啊，是的，是的。你第一次上来听啊？啊，就是新鲜。还有谁有问题要提出来的？这边有一个留言，是谁说话？这是谁？这个安是谁？父亲节快乐！今天是父亲节啊，我也不晓得。啊，祝所有的父亲快乐！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来，大家合掌，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以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以此功德回向诸有情。我以此功德回向诸有情。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杀猪功德回向龙天护法，愿他们护持佛教。杀猪杀猪，愿他们护持佛教。杀猪杀猪，晚安。愿他们护持佛教。杀猪杀猪杀猪。感恩师父，感恩。